陆剧传闻中的陈芊芊爆红后，陆续出演多部热门剧，人气水涨船高。即便她多次遭到网友批评照片修图修过头，和现实中的她差距颇大，但每次她释出新的照片，仍吸引大批粉丝点赞。日前，赵露思透过社群晒出一系列美照，只见她身穿黑色细肩带背心，搭配米白色长裤，坐在房间的一角，看起来生活感满满。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，她一手拿着饮料，另一手拿着手机，背对着镜头拍下照片。除了雪白美背相当吸睛之外，她手臂上的卡通纹身贴引起热烈讨论，色彩缤纷的月亮、星球、爱心小熊等图案出现在她身上却毫无违和感，不少网友都大赞卡通纹身贴很可爱，也很适合少女感满满的赵露思呢。